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带大家来新加坡的 Chinatown， 因为现在过年啊，然后想说带大家看一下新加坡 Chinatown 的那种过年的气氛。然后我现在前面就是著名的 Chinatown 这个大街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 Chinatown 这边现在有装饰还有灯笼的。好，这边是 New Bridge Road 跟渔董下街的这个路口。然后像因为今天是牛年，在唐城坊这个路口有一只大金牛，哎，很漂亮哦，对吧？新年快乐的字样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也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